厉害了，我的棒棒维卓士，他们镜头做很多，蛮厉害的，周边也很强，亮度也很够，一根棒棒打天下。派出所要来借测试，当然欢迎啊！来，派出所要借的测试，我想应该是要这个东西吧。特效，警用灯光。哇，这个是 disco 吧？哦，俱乐部，烂苹果。对不到焦，来继续。哦 ，rocker， RGB， 哦，这个是消防车，希望消防单位也可以来借哈，因为你们虽然有灯啦，但是毕竟都在车上啊，我们这个可以用，我现在已经10:30打到现在，可以用3个小时左右，可以加行动力哦。警车来了哈，警车更恰恰，这好像是美式的警车吧？阿仔对这个不懂，范围很远哦，范围可以打得很远。好厉害了，我的棒棒测试，这个呢效果非常的多，亮度也很够，20瓦哦，猛的，还可以慢一点点，看每一个国家的强度应该不太一样。好，各式各样的效果提供给大家参考。加个吸铁呢，就可以吸附在车上面。啊，你如果行进间的话呢，要买大吸铁，但是不鼓励这样做。那这是静态使用，可以到处吸，吸的不要不要的。那你可以吸在哪儿呢？车上 ，OK， 拔掉，再吸在，哎，哇，你办个 party 呢，只要买几根灯光哈和喷烟哈，直接吸在你们办公室的天花板，3个钟头的 party 够你嗨了哈。那买一根到 motel 去哈，办个 party， 蛮有趣的哈。哦，到处都能吸啊。那当然，我们来看看它的 party 效果。这是 party 效果，两种 party 效果。还蛮厉害的咧，哦，整个场面就不一样了哈，厉害了我的 party， 到处吸啊，这个吸铁也便宜哦。再来就是，3个钟头全亮应该是没问题，哇哦，效果挺猛的呢。那你可以用接的方式，接的很长，你可以接多长都可以，只要它结构稳住的话，你空间够的话，接个3-4支都可以，可以一直接过一支。那你也可以弄成这个十字形的哈，也没有问题，我们都有套件。好，那么这个测试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